世界冠军黄奕的绝对克星。说到黄奕最大的克星是谁，那无疑肯定是叶枫啊。而且奇怪的是，黄奕呢是对叶枫还是比较服气的啊。黄奕最不服气的就是那些玩八尊门的人啊，包括老 K 他也是不服气的。但是你服气也没用啊，你服气我照样给打你啊，该剃头剃头哈、啊，该戏耍戏耍，那没办法，人家比你强啊。我们习武者是吧，习武者得慕强，败了就得认。继续看比赛，这下一之后怎么不布阵呢？好，这次之后升龙赌一个蓄力技，哎，顶门一阵升龙，刚才是柱子升龙，继续下 A 柱子推，打猴专家，打猴专家，但是我奉献啊，叶枫要做个人了，上凉一点，不然的话拉黑警告啊。跳 TD， 好，下 T 过来，继续压，再压的话要布防了，兄弟。好，刚倒在角落，继续。喂，太轻松了吧？太轻松了呀！啊，话说叶枫阵容也是很有意思啊，就不用主力去打黄奕啊，就随便上，一个神带两个小五强，很明显卡好位置啊，你这个跳的话还是会吃升龙啊。这一下打康角落压制，喂，鬼步还行，打不过你我还不能耍一下鬼步来吸引一下眼球，哎，再一次打康。我记得上次黄奕用这个罗伯特打这个千鹤打得还不错啊，这一次千鹤不灵了啊，不是罗伯特不灵了，哎，撅起屁股来被我扎一下啊，对，扎一下，好，跳低下 B 下 A 柱子推，刚好被拍这波，哎呀，这波刚才跳低感觉要打逆向了哈，然后马上再掏下盘好多，那跟他拿捏你啊，要拿捏这个黄奕了，这下不错，角落，哎，不要发连招，要出安全招啊，好，晃一下打乱洞不正，再用那拉了拍过去吗，好，选择一个升龙啊，好，我们就学学回头丢。